宫颈癌案例。我今年31岁，两个孩子的母亲。2018年夫妻同房时发现有出血，分泌物多，有严重异味。期间在诊所上过消炎药，没有改善。2019年11月检查 HPV 确认我患宫颈癌，无奈、恐惧、不知所措。2019年11月检查报告，很有幸接触上原始点，经公示公益点志工耐心讲解开导帮助，我有信心用原始点来调理。每天熬姜参汤当饮料喝，吃温热性饮食，忌一切寒凉，不断学习原始点理论，给自己增加信心。每隔一天往阴道里打姜粉泥一次，期间排出很多血块，也很害怕。志工老师们说这是恢复期间必经历的路，好事。我继续每天这样操作，慢慢没有异味，慢慢感觉越来越好。2020年4月又去检查，结果还是阳性。老师又安慰我，不要恐惧，坚持用。我继续坚持，感觉身体越来越好。2020年12月，单位组织体检，有这个项目，我就试试看。检查结果完全阴性，病变完全消失。2020年12月检查报告。我愿意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所有的姐妹们，愿女性朋友都能健康。感恩张医师发明的原始点，感恩公示公益点志工们。